属下无能，有个小子武功实在太厉害，冷护法都败走了，而且我们的人手又不够，所以我们只能先应花应月难应人。卓越既然已经练成孤江三应，只怕已经突破化境上阶了，难怪你们不是对手。那个营余族长呢？那老头中了一刀，沉进暗河里了，其中一个使拳的小子也跟着跳进去了。我听见那个老头说，那小子是什么刑天命格，是灾星。什么刑天命格？这是越来越有趣了。听着，给我继续找，另外散出风声，就说刑天命格重现江湖，有违天道，遇之者得而诛之。哎，云大哥，云大哥，你在哪儿啊？你就放心吧，二呆子福大命大，没那么容易淹死。我看我们还是歇歇脚吧，都找了一整夜了。好吧。哎，客官，这边请。二位请慢用啊。可走死小爷了。小二，三只烤全羊，十斤老白干。好嘞。饿死鬼投胎啊。小二别听他的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两碗阳春面，一壶白开水。少来，你就是个守财奴，本老娘自己买。小孩子家家怎么这么不懂礼貌。小二，阳春面不要了，把你们家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家小祖宗端上来。切，你还是吃你的阳春面吧，本老娘可没说要请客。哎，老几位，你们说这刑天命格还有那天武圣宝在大雪山的传说靠不靠谱啊？管呀靠不靠谱呢，刑天命格有违天道，宁可错杀甭放过，干死丫们的。不错啊，听说宝藏里不但有铁木真富可敌国的财宝啊，更有他绝世的神功渡天撼龙诀和渡天神戟。坑老的，老三说的没错，等抓着那小子，这一切可就都是咱们的了。谁家的疯狗在这里乱叫，吵死本老娘了。我说是哪个不知死活的敢在我们京津冀三霸头上动土，原来是个疯丫头，怕是看上咱们家老大了，想上门当童养媳。嫩是嫩了点，倒是颇有几分姿色，正好给我们老大裁不裁不。哎，那鸡腿有毒啊。这丫头骗子怕是五毒教的人。大哥三弟，找他要紧啊。这丫头，你们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让小爷我觉得没有存在。小桌子，有两下子吗？几个刚破镜，赶紧走。他们要对付云大哥，我们得赶快找到他。就知道云大哥，云大哥，你是不是喜欢那个二呆子呀？你
这个练书狂魔，敢让小爷的宝贝，我的宝贝！虽然我身负异常，你们都说我是祸害，可是云宗自认为从来没有做错过什么。不管你们怎么看，终有一天，我一定会证明给你们看，我可以驾驭这股力量。阿爹没有选错，我吴云宗更不会是什么灾星。云大哥，云大哥，可算找着你了。幸亏你在那里鬼叫，不然就错过了。哎呦，我的腿都快跑断了，你可得给我辛苦费。我可没钱。你没钱，可是你的小跟班有钱呀。人家可是担心死你了呢。云大哥，别立小桌子，我给你带了好酒，咱们喝两口。用不着你关心。哎，你别得意啊，你现在的处境可是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你才是贪财的死老鼠。现在江湖上到处都是你的传言，说你是乱世刑天，都要杀了你。我知道我很危险。哎，不止这些，还有说什么天武圣宝里面有铁木真的财宝、神功和神兵。现在这个江湖啊，来来回回就是那么点老梗，除了什么财宝，别的真没劲。一个一个都装作大义凛然，其实还不是想争那什么宝藏。你一个小丫头，少掺和这些事。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。云大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二呆子这话说的对，你一个小丫头少掺和这些事儿。现在全江湖都知道了，说那个什么天武圣宝在大雪山。大雪山？接下来你有何打算？去找我其他的族人。不要着急嘛，不妨和我一起去。不，我不想见其他人。哎，你是不是怕宝藏的消息泄露呀？如果宝藏是属于你们一族的，我可以担保。别说，我不知道什么宝藏，也不想见任何人。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呀？我谁都不信。吴云宗，你还当我是朋友吗？当初是你一定要跟我一起走，我可没有求你。你，你们不要吵架。云大哥，你要去哪？罗少侠，救命之恩来日再报。请你不要再跟着我了。小爷我再跟着就是你孙子。哼。云大哥。云大哥，你等等我。你不要跟着我了。啊，云大哥，我给你带了你爱喝的酒，你喝两口。云大哥，你喝吗？三剑豪之拜面人同名官方手游 iOS 安卓端震撼上线，更有丰厚礼包相赠。快来百度搜索拜面人，下载同名手游三剑豪之拜面人，相约每周三中午，我们下周见。宁静桃花树下埋好的翠，忘记梦里遭遇了谁，辗转反复醒过好几回，如是的真难以入睡，怕
到春风听见我的卑微，假装情爱只是种回味。都说人生难免波折吊诡，我与我终须又落下眼泪。我藏起一切炫耀的美，用灵魂赌一场爱的纯粹。我遮住面，遮住眼，遮住往昔相对，却忘不了逃不开躲不过你慈悲。我遮住了谁炫耀的美，藏着哭，藏着眼，藏着往昔相对，却